我的乖乖，这名贩毒嫌犯孔武有力，五名警员大费周章才合理把他压制上铐。你放开啦！你配合一下啦！听无哦？有老婆头，听无老婆头，走你先啦！哭了！别紧张下。我来讲，你才有啦！我做你说，你要爱看吗？你们来吧！出来吧，人！请大家，我抓你！你先哭了！我抓你啊！我停！哭了！叫你哭了，你听无啦？好不容易搞定了，要向嫌犯宣读权利时，已经喘到不行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连喘了六口气才说得出话。云林县刑警大队两星期前接获线报，35岁林姓男子涉嫌贩卖吸食毒品。日前到彰化县北斗镇他的住处埋伏，等他开车回家后，上前表明身份并出示搜索票。曾做过土木工程的林贤身强体壮，顽强抵抗，被捕后仍持续叫嚣，指警方违法搜索，威胁要告在场警员伤害抢夺罪。警方在林贤住处查获海洛因、安非他命共6包，侦讯后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。记者保志华云林报道。